来看一下，刚刚老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在这边插入一张图片，那我这里的话呢，我就搜寻 Google 的图片，啊，算了，我直接从这里找好了哈。我找这张小山，这张是不是四四方方的？那四四方方的，忘记切过来了。那大家好，我找了一张了哈。这样四四方方的，是不是就套不进去那个圆圈圈里面，比较丑一点嘛？那怎么办呢？有几种方法，一个是你就来这边点两下，它是变裁切，有没有？跟我们 Office 一样，你可以切小，那或者是呢，把它照片本身就缩小。那如果你不要这样，就是固定比例的缩小，你可以在这个范围，就是在我们现在，有没有这个圆圈圈的反白的范围，用拖曳的。有没有发现这样也可以？有没有还算蛮灵活的哈？所以如果你要比较细一点的，可以像这样。然后这里呢，我就来移动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可是如果你硬要把它变圆的，行不行？也可以啦，因为你搭配我们的那个 PhotoCap 或者 PhotoInPic 哦都没有关系。比如说 PhotoCap 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所以我现在在这边打开的，我们不是有这个吗？有这个圆形的嘛？哦，你可以把你要的范围把它选好。好，假设我要这样子，OK，那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份。复制好之后呢，把它贴上。OK，你看它会变成一个新的图层，对不对？好，变成一个新的图层。那重点就是说，你要能够把下面这个底层拿掉，因为 PhotoCap 跟那个 PhotoImpact 啊、Photoshop 都一样。只要是所谓的基底影像或者所谓的底图，是不能做透明的，你一定要是图层才行。好，所以我必须要先把它眼睛关掉，就看到这个了。现在看到之后，你可以看要不要把下面切掉，如果不切也没关系，反正都 OK 嘛。但是重点是存档的时候要存成什么 PNG，因为 PNG 本身是有就可以带 Alpha Channel，我们所谓的那个透明度的资讯。那它的透明不是只有透明不透明，不像 GIF，好。它是可以有渐层的，所以如果你有阴影啊，或者是有半透明的，也可以保存下来。那我如果存好了之后呢，存好了，我现在呢就可以从这边再把那一张图片传上来。那您可以比较看看这两张这样有没有不一样。有没有变圆的？你有看够注意啊哈。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这样哦，把它缩小一点，来，要缩小一点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放进去了？你也可以做那个啊，像小朋友每个点，有的人做成一棵树啊，家族树啊，有没有？好像班级这样的，又有教室布置是用类似这样的方法做的。所以重点在于你要知道 PNG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好，这样才就可以。解决一些这种